今天分享一道清蒸鲈鱼的做法。准备一条一斤的鲈鱼，背部改刀，摆入盘中，加入葱姜、料酒，抹匀腌制十分钟。将干辣椒切丝，葱用牙签划成丝，放入水中泡一下，水开放入鲈鱼蒸八分钟。蒸好挑去葱姜，倒掉多余的汤汁，淋上蒸鱼豉油，放上葱姜干辣椒丝，另起锅烧油，烧至冒烟，浇油即可。